我是 Tony Wong， 咁我其實我職業就喺一間電信公司裏邊係做一個管理階層啦。咁其實我第一部相機咧就係 from 我舅父，咁佢嗰陣時買咗一部菲林機啦，30年前到啦。咁我就借佢部菲林機去用啦。我嗰陣時候我哋係花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咧，就是、希望每一張相每一格菲林都唔好嘥嘅。自己覺得攝影是其中一個幾好，應該係話都就是、one of the best method。去表達得到，好直接地表達得到，而家當今我哋面對緊嘅一啲情況。攝影師喺鏡頭下底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角度、顏色、光暗，去俾到個 reader 去有更大嘅空間去想像去睇。periodically 我都會嚟深水埗區或者係一啲比較舊區。包括我自己長大的土瓜灣區，去拍一些相片，去告訴我的女兒聽，或者我一些身邊的朋友聽，今天你們很富裕，但你看一看後面，其實還有一班這樣的 citizen 在這裡，而 which 他們還是很貧窮的。其實當我 pass by 的時候，我見到一班婆婆，他們坐在那裡，有些呢就是看看東西，周圍看看，有些呢就又想想東西，有些就睡著覺。即係佢哋係喺一個咁樣嘅即係晏晝時分，咁佢哋喺依度打發佢哋時間。其實佢哋係可能係面對緊一啲好多唔同嘅生活嘅壓力，或者一啲佢哋生活上高所面對嘅金錢啦，即係屋企人啦。咁有嘢做啦，冇嘢做啦。咁或者開唔開到兩餐飯啦？即係一班人佢哋坐喺度嘅時候，究竟佢哋係即係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are they thinking？ 咁我覺得會幾特別咯。貧富懸殊呢個問題喺香港係已經有咗好多年，好耐，由我好細個到而家，我都一路聽到。如果喺一個華麗嘅社會背後，仍然係有呢一個咁樣嘅，而家一啲我哋睇到呢啲咁樣嘅貧窮嘅問題嘅話咧，當然喺好多國家、好多城市係都會有發生同樣嘅嘢。但係其實我哋 claim as 係一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我哋其實係唔係可以再做好啲咧？再加埋我哋有6000億嘅盈餘。新的 CE,CY 講過就是話他會去做一系列的東西去幫這些貧窮的人。當然我很希望他嚟緊不是只是得個講字，是真的用一些 simplify 的方法去給有需要的人，而 which is 不是用很多 criteria， 浪費很長的時間，很多 administration course 才去能夠做到。我覺得這樣就真的可以大大幫得到一班現在還是活在一些貧窮線的人。